真的、哦？哎，他笑起来好可爱。好腼腆。如果我是女人，我就追你。真的吗？可以吗？西不我是说这样。对，就是。这是我的歌呢。哎、欸。红色的酒，看得金鱼游来游去，是否我们都想要自由？因为他是让大家开始认识我，我才有更多资源。因为以前在滚石的时候，我每年都会在解约边缘了，因为我们公司太多大牌了，像阿岳这种这么红的歌手，占了所有的资源。不要，然后聪哥后来把我留下来，所以对我来说这首歌是比较有特别意义。好，你是我从看景啊、彩排到现在当中最漂亮的。哦，哎，这么会讲话，就他了，就他了，就他，不用讲了。然后八三幺老师们从小就一直想见你，你们也有这一天吗？也有这一天吗？从小啊，从小，从小，没有这一天，才几年前的歌。从那时候开始，那你长得蛮快的。你知道木桥，我就给他加了，就很跳出来的。而且还有发现你自己还加了 program 在里面，你自己录和声。昨天早上六点，那你还带电脑在那录 program？ 对啊，真的很心机耶。这才叫真的心机。所以你看你们两个人在那边练和声多辛苦，他先搭掉。被搭掉还 stereo 哦，对 stereo。好。祖灵啊，祖灵，祖灵，哇，那个这出场太厉害了，对，都叫祖灵的这个拒绝不了，祖灵对，对，对，成保姆，对对对对，拒绝会有这个排场比我们演唱会很猛啊，对，哦对，这个阵仗，阵仗超大，刚才老人家传承的，哇，快看到快哭了，对，好感动，对啊，我觉得好像他一开口啊，我觉得内心已经被征服了。对啊，哇，真的是哇！我一听到他开口就觉得真的是牛逼啊！我觉得你可以留下来，可以吗？可以入赘啊！可以入赘，下次还是帮你背刀，来一把刀。不是我们，不是这样子，对，是他的那个声音太明显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滚石在心头。滚石最新的音乐实境节目《滚石摘星号》，跟那岳米飞一起出去玩，还认识了好多有音乐才华的新朋友。不但有很多滚石的巨星，还有很多台湾的美景哦。让我们一起沉浸在最美的旋律中吧！全部记录在全新风貌的音乐实境秀《滚石摘星号》，请一起来支持每一集你最喜欢的音乐选手。一定要准时收看，每周六晚上8点 ，TVBS 42频道《滚石摘星号》。